我操你娘，我操你娘，我们在下头，跟人家那边干的，还一个同学的已经吓疯了呢。 我家人河北省人呢，我说我回家干什么？我回家干回老天爷。你是何方老家？我爸以前住在这边。进来之后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，走到那个角上去，走到角上正好走。是往左边走啊？我爸爸就死在这儿了。 谁砸的我爸爸我就知道了，开膛破肚，头割掉，连生殖器都割掉你。我爬着给你磕头。我自己想想就会哭。兄弟。 连平分的那都没了，他就是到那把那土一平就种地了。那个时候一大跃进就全不什么了，倒不上三四百年的历史都倒不上。那一下想家就哭，现在哭什么没用了，过去就这过去吧。 家是在山的那。